首先想学拎髋是要有基础条件，第一个就是你的手要先会推，你要想把髋拎起来的话，你的手推是不对，是肩胛在推，这是第一个。还有一个，大家准备砖了是不是？还有一个就是要求你，大家应该有一个前屈的能力。如果你前屈腿伸不直，或者你前屈你的胸口、你的肋骨和大腿离得太远的话，你可能也有困难，所以大家找个砖上网，你可以量试一下，把砖放在你脚前面，上网勾脚，也是勾脚是还。首先你要先找到大腿后跑后拉的感觉，然后让你的胸口，你看你的手能不能前面垫个砖，你能不能抱住这个砖？你看你能不能这样贴住？所以拎髋第二个条件就是你的腿要有前屈的能力，看你先试一试能不能下去啊。